more developments tonight on how parents and common sense Americans are pushing back against the destructive far left critical race theory ideology that's infiltrating America's schools. Just listen to how one Virginia mom who actually survived Mao, China, eviscerates a local school board amid the district's critical race theory push. Take a look at this. I've been very alarmed about what's going on in our school. You are now training our children to be social justice warriors and to loathe our country and our history. Growing up in Mao's China, all these things are familiar. The communist regime used the same critical theory to divide people.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ey use class instead of race. This is indeed the American version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critical race theory has its roots in cultural Marxism, which should have no place in our schools.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寻经问道，我是雨林，我在新加坡。今天为大家请来了一个很特别的新朋友。这位朋友呢，南阳姐也是认识的，她跟南阳姐是好朋友。这位朋友我也要称她做姐啊，也是一位很让人敬佩的年纪又比我大，所以我就称呼你为西姐。西姐你好，欢迎你。哎，你好，你好，雨林。我是你的新朋友，但是我知道你们的那个节目，我还经常看你们的节目，所以对我来说你不新，我对你是新的。哇，谢谢，太高兴了。其实呢，可能对观众来说有点新，因为你第一次上来我的节目，但是其实我也是早就认识你啦，也早就听说你了。对啊，观众不知道，有一些可能也是有印象。那如果还不认识的，我就来介绍一下西姐她特别之处在哪里啊？就是西姐呢，在应该是在两年前吧，我就在2021年啊，就在网络上流传了一段短视频，就是有一个很勇敢的中国的妈妈，在一个家长会上面，在那个 school board 啊，学校校董会的那个上面呢，作为家长就慷慨的发了一通的言论。我说的很好啊，就是你把你的不满啊，对他们的这种你的很多你的意见都很勇敢的用英文说出来，那个是你吗？那是我。我就说这也是歪打正着。我是作为一个我们县的一个我先给大家打个招呼。有的时候我说这个就是中文说的坑坑巴巴，不是说我中文忘了，说有的时候那个英文词儿和中文词儿我一下找不到。就作为一个 resident 我们的这个劳动县，我有这个责任对，就是有这个责任，因为我看见这个美国的这个走向，特别是在学校里面就是他们就是灌输这种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这种马列主义的思想当时就是那个 CRT 就是种族批判性种族理论种族，对，所以我就去了。我当时想的是，我作为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公民，我有这个权利哈。但是我确实非常吃惊。完了以后呢，就整个就传飞船了哈，就完了就那个福克斯就给我打电话。我当时真是有点吃惊，我就说这事儿大家不知道，我说的这事儿应该大家都知道。但是我就非常非常失望的发现，大家都不知道，这个就是美国的现状。美国的现状，因为他们就从来没有给学生，还有就是民众，给他们讲这个就是这个教育这个共产主义的邪恶和共产主义的这个历史。所以大家就像说第一次听见这个事儿，我说真是的，那我真是有责任来做这个作为一个教育来提醒。这个美国公民，我们现在真正发生的就是文革的重演。我已经做了两年多了。确实我觉得这个是我的责任，也是我们中国从大陆来经过文革知道文革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想救美国。那西姐啊，那个你说很多人是不知道，你指的是美国的那些家长们呢？那么那些华人美国人
我就觉得华人呢，应该对于这种共产主义的手法，他们是比较熟悉的，所以华人呢，应该在这方面会比较敏感。但是真正跳出来，因为我们有时候从那个视频上也会看到一些美国家长也会在那里责备、斥责他们。但是华人呢，我似乎只看到过一到两位，你就是其中一位。除了你以外，你还知道有其他华人的家长会像你这么认为自己有责任要跳出来提醒这些美国家长吗？还有其他这样的华人母亲吗？这个呢，我觉得是这样的，有，我的情况是非常特别，因为我去的时候，这个劳登县哈已经是非常有名了，因为这是我们在这县里边很多，家长到那个校董会去发言，已经就是这个很多这个媒体已经在跟踪他们了，所以我去的时候呢，正好呢就是。很多媒体，其中包括福克斯也在那儿，所以我呢，我觉得是，我就是天意啊，这是没办法，这是就是，都是按上帝安排的。我就在那儿有发言以后，这媒体马上就跟踪了。其实我也知道很多地方有，华人，家长，还有一些华人的这种爱国者，做了很多很多事情，但是呢，他们不见得每一个都被大媒体。知道，所以我觉得不是说没有人站出来，有人站出来，而且还不少。我呢就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我当时是心里是非常矛盾的。当福克斯给我那个打电话的时候，我说：“哎呀，我接不接受这个采访？我一旦接受这个采访，我就迈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步子。这个就是我的，我的隐私也没有了，我就完全成了一个公众人物。”完了以后也自己也就是非常 vulnerable，我不知道这个 vulnerable 就是，就很脆弱，你会变得很脆弱，对呀，就暴人家露了自己。会攻击你。当时2021年的时候，你知道你我们都能看见，天天看见好多那种保守派的就是被迫害嘛，就是被什么那些暴徒啊，把家把房子给烧了呀，在家里这个就是骚扰啊这些，我当时心里还是非常矛盾的，但是我觉得。我有义务，我这个是，我不能推迟的义务，就是我必须要出来站出来说话，我真的斗争了几分钟吧，我说行，而且我觉得这个是我真心感受的，就是我们来美国，为什么我们要来美国？我们来美国是我们向往这个国度，这国度给我们什么？对我来说，第一个就是自由，第一个就是人权，什么权？就是公民权啊，这是我们都是没有的。当然也有物质的这种丰盛啊，这些我们都是在这儿，我们都是那个享受了的。也来了以后也没有多想，这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那我们就作为一个就是受益者，那我们就受益吧。其实我也是很长时间，我来这30多年了，37年了。你也没好好去想一想这些事儿。虽然我每年不是每次这个总统大选，我都去投了票，投了糊里糊涂的。但是我说这是我的义务。但是我对这政治也不是非常了解的，也就是最近10年看的这些迹象越来越使人担心，最后了，到了2020年，那就是完全是文革爆发，那就是完全就不是说，哎，有点迹象了，那完全是红卫兵上街打砸抢烧，那我说那我不能再那就是作为一个观察者，必须要。要加入这个斗争，必须要发声，就完了用对我们对。特殊的这种声音。我们的声音确实是非常特殊的，因为我们是过来的人，我们知道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呢，我已经也没问，我就说了一串了，就是这就是我的那个过程，就是为什么我要做我做的事儿。对，所以你经过了这个几分钟的思想斗争，就让你呢就下定决心，就上了福克斯新闻。所以这个就是我对，后来也就看到，那个时候我就是不认识你，但是后来就从福克斯新闻是 Tucker Carlson 的一个访问，我就那看是到了你。Hannity，哦，Hannity，Sean Hannity 呀，啊，OK，对对，sorry，对，哎，这，来。
然后就那么一次是吗？就是 Sean Hannity 的那一次，我记错是 Tucker Carlson，另外有没有 Tucker Carlson 的？对，是第一个是那个让我采访是写文章，我倒还觉得还行，因为起码就是我没有露面嘛哈，因为我去学校的时候戴个大口罩，那必须那这他们规定的必须戴，我说也好，就把自己给遮掩了哈，我觉得还是挺啊，写文章我觉得 OK，那 Hannity 打过来的时候，电话让我上的，那我都吓了个半死。你想吧，我们华人从来都是不抛头露面的，这是我们的文化，特别是经过文革的，我们都是要嘴紧，对不对？不要乱说啊，就是明哲保身嘛。那个真是，而且上电视，而且是live。但是呢，我真是不知道我怎么把这几分钟啊，简直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过的。但是呢，我还是把该说的基本都说出去。我记得你说的很好，就是我看你说的时候，对，就是几分钟。其实我现在也忘了，就是应该就是在提醒美国人，这个就是中国的文革，这个就是共产主义的体现啊。你就是实话实说，我就是有这样的印象。那么我听的时候呢，我还不大知道原来你就是家长会的那一个还没有家把长。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儿，对，我没有放到一块儿，但是后来就听人家说了啊，就是那一位勇敢的妈妈啊什么的。哎，那我想要问你，你就我们华人不是有一句话"枪打出头鸟"嘛？对你呀，看对呀。你现在在美国文革的时候，你就站出来说话指责他们，然后中国那边也还没有好到哪里去，那两边其实你都变成是那个枪打出头鸟的那只鸟。变成是很可能变成两边都针对的对象，之后有没有对你的生活带来任何的不便啊，或者是骚扰？当然，这种威胁，这种可能性，绝对是时时刻刻都有可能的。但我这事儿，就是我都想着的，我都在脑子里想着的这种可能性。目前还没有特别的。我觉得有一件就是有一件事，不是一件事，就是有一个原因。那原因就是我讲的东西呢。不是我自己的一个观点啊！我读了多少多少书，我拿了 PhD，我写了多少 paper 啊！我知道这是怎么，我讲的是我亲身经历，亲身经历就是那些民主党经常说的 lived experience，他们就是经常就是吹捧这个你的 truth，你的真理和他的真理不一样，因为是你的是有 lived experience，我现在就打的这个就是 This is my lived experience. So you shut up, sit down, and listen to me. 所以变成因为他们现在推变性人也好啊，以前那个 Black Lives Matter 也好啊，都是说哦，你不理解他们，这个就是他们的对亲对身对，经历，你不亲可身以经历，啊，你不可以去责备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这个是真实的感受。哎，好啦，那这个也是希姐的真实经历，希就是这姐的个，我真觉实得感受，哎，太好了。这个就是非常 powerful，所以我也知道，我也肩负重任呢，因为我这个是非常特别的，就是我这不是我自己在那说我的观点，这是我的亲身经历。哎，我觉得这个可以是对我们华人的一个提醒，就是说要如何去参与这一场征战。因为华人呢，第一，语言也是有一点局限；第二呢，这个个性，还有呢，就是也会害怕，因为这个 cancel culture 现在的这种这个 cancel culture 大家也害怕会受攻击啊，或者是丢了工作啊，被人家责备。哎，但是我觉得你的这个方法是挺好的。哎，让我告诉你我的真实经历。或者这是我的真实想法。这是我跟很多就是华人或者是越南人，或者是就是经历过共产主义统治的这种，就是有的时候你不见得非要说这个民主党这没做好啊，这个左派这没做好，你就把你的经历完了呢，给他们让他们自己做那个结论。像今天我刚发了个推，我发的推就是中共怎样把中国改变的。
好，我说的这些事儿，大家一看就是现在发生的事儿。嗯，对，啊，你那么甚至不他们，需要多做评论，你甚至对不要对说对，哦，民主党有多坏呀，拜登有多啊，坏呀。你看，好像对，Tucker Carlson 第四集他的那个推特视频，他也没有嗯，说拜登有多坏，他说拜登对对不是对，独裁者，不过他做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事情、这个让事他情。们自己去做结论，这个是最嗯。好的办法，我觉得，而且是，而且他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反驳，但怎么反驳？我们当嗯嗯嗯。时就是这样的，我们当时就是用这个 identity，这个 identity 就是怎么翻？身份政治，身身份份，嘛，我们的身份啊，嗯，你是红五类，你是黑五类，你这个身份就把你决定你是敌人还是朋友，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是我们的 cancel culture 就是四破四旧，就是凡是传统的全部要破。嗯，嗯，嗯。我们的经历是所有的这个宗教都是迷惑这个欺骗人民的鸦片都得给摧毁，对不对？我们讲的是跟我们的家庭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都是忠于毛主席、忠于共产党的。那么我们就讲这些故事。那么我们这个就是 weaponize，就是把这个青少年儿童这个武器化，就我们怎么做的？做的红卫兵，把这些小孩嗯，儿年轻人，把他们洗脑以后，让他们作为工具来夺权，来砸烂旧世界。这些事儿，你就说你自己的事儿。完了，他们还把这个什么statue 那些给雕给。像啊，历教史香的给砸毁了，把对书给对。烧了，一说，他们就知道他说什么了，就现在发生的事。所以我觉得我们都有这个责任。虽然我呢，确实是从一个就是一般的在家里面一下就跑到这个就是大媒体上面的哈，但是我当然就可以影响更多的人哈。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旁边周围都有我们可以影响的人。你影响哎，十个，那十个再影响十个，这是很不得了的一个力量，就一定要发声。我这个声音是 very noisy，哈哈，对对对对，但是很你也可大以声发的小声，对对对，你可以不同的。其实我跟你讲，我就是因为在公司里发声，我把工作给丢了，也不 叫哦，丢了，我真就的把啊，辞掉。当然了，哦。你说有没有风险？当然有风险了。我就是在我们公司唯一的公开的给他们抵，完了以后呢，他们就给我穿小鞋，最后我决定好了，我也不给你们计较了，因为我有更大的平台，你们这个我公司的那个 Mickey Mouse，那我不跟你们计较，我要把这工作辞了，我现在是全职为美国服务。我现在就是，我现在这就是我做的事儿，每天做的这个就是，就是要救美国，救我们自己。不要说救美国了，听起来好像高大上，救我们自己。我们跑到美国来干什么？现在美国就要亡国了，我们要救自己。所以我说的就我非常自私。你不要说我好像是什么大公无私，no no no。我就是要救自己，我不想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又来过这个共产党的这个生活，所以我是救自己，我们都要救自己。对对对，你说的很实在。这个就像一条一条船上面，如果有一个洞不停的在漏水，那你要去堵那个洞，这个是应该做的，也不是说伟大不伟大，而是要生存啊。所以我觉得对你对现在对。你这样说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实在啊，而嗯，实在呢才是真正就是我们都是平民老百姓，做实实在在的工作，大家都有是多是少是，资源做多少啊，那嗯么就能嗯，够起码能够阻止这条船沉下去啊。起码好，那 slow down，yeah，对对对，起码可嗯，以对我们的后代子孙也是一个责任嘛。那我们是对，基督徒，我们就觉得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一个时代，虽然我都不在美国，你看我都不在美国，但是我嗯。觉得上帝把我放在这个时代，互联网又这么的方便，
让我可以接触到世界各地的事情，而美国又是一个灯塔，又是一个火车头，那所以我们真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时代看到自己的责任，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对，我听你说这个，我觉得，对，我那我们聊的时候，我听你说的，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在理。你在新加坡，我在美国，你为什么这么积极的要加入这个？I think it's a war， 就是这个对对战斗啊，这个斗争是一个文化战争，对，哦、对，或者属灵的战争。就是说美国一旦就是被这个destroyed， 哎，我现在、就是、一旦被毁了，这个世界就会进入一个非常黑暗的时代。对，这就是我看到的。对，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属灵的征战呢、啊。对啊，我听的是有人说，有些他认识一些华人，觉得美国没救了，他们现在搬到日本去了，啊，简直是可笑，这可笑！日本，美国一旦毁了，日本跟着就下去了，跟着就沉沦。对对，真的，其实我在新加坡感到很明显，比如说美国的这种在搞那个 CRT 那种批判性种族理论，还有他们的 LGBTQ。在新加坡马上你就感受到那种文化的浪潮推过来，真的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如果美国没有一些保守派在抵挡，在参与这场征战，已经沦陷了其实。而美国一沦陷，我们新加坡也肯定马上跟着沦陷。那所以呢，希姐啊，我觉得现在就要说到重点。其实我们今天节目还有另外一个重点的啊，你已经给了我们很多很多很好的这个意见和重点，但是呢今天要讲到重点，是不是就是因为你辞掉了工作，然后你就找到更重要的事情，而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就包括写书。所以呢我就刚刚就看到，哎，你快要出新书啦，也所以是让我想到要找你上来谈一谈。就是我觉得你可能因为你来到美国都已经很多年了，然后才出这本书的名字也很抓到眼球，就是 Mouse America 是吧，毛泽东的美国。那么刚刚上个星期那个南阳姐在我们节目上面说那个节目的名字就是毛巴马的美国。啊，毛巴马，太好了太好了，毛巴马，这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是非常所以你们两个人是很心意相通哦，所以你所以我要请你上来，就是谈谈。首先呢，第一个问题，你可能不是一来到美国就想要写书的吧？你可能是辞了工作以后，时间也更多了，又有的新的使命感，然后才会写成这本书的，是吗？哎呀，我来的时候想什么写书呀？我来的时候想的就是什么呢？拿学位，对不对？完了拿绿卡。完了找工作，完了生孩子，完了买房子，想的就这些事儿。American Dream， 对不对？美国梦。我们大多数的移民来的都是这样的。对。我觉得非常惭愧。我来了以后就觉得这美国这是天堂啊，这是我们就是在那享受就行了。没有想到，真是没有想到我们的责任，而且没有真正的认识到美国为什么这么伟大。这就是后来可能就是我觉得是前15年的时候我才开始，我说我要那个我要好好自己读些书学一学，就是为什么这么伟大啊，这个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很多华人就是就没想这事儿，就觉得这是就像我以前一样，我不能说他们哈，因为我自己也是那样想的，都是美国梦，那美国梦都是自己的梦嘛，但是为什么这个在这我们可以有美国梦，很多人就没有想这个。那么我就是在就是 the past 15 years， 我就读了很多这方面的书，而且我就越对美国了解，我越珍惜这个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国家。而且这些东西我们所喜爱的珍惜的这东西不是永久的。每一天我们都有可能失去它。我都忘了你的那个你的问题。
就是说，你一开始，所以你其实已经回答了啊，一开始你就是来追逐一个物质上面的美好生活，一个美国梦，你想都没有想过要写书啊，那怎么根本样？没有想过，对，那怎么样一步一步走来就写了一本厚厚的书出来呢？对我来说，那个在我的工作也非常非常稳定，我在那干了20多年，因为我的工作是这个，我的那个degree 是library science 是图书哦，管图书理，馆管理，但是我做的事情呢就是metadata 就是管这个数据的。就是那些出版物的数据啊什么的，干了20多年，非常稳定。而且那公司呢，在他那个become woke 之前也是非常好的。那些人我们都一块工作了那么多年。好，我想的话，我的打算是我再工作个5年，我就可以非常非常，我觉得就可以就退休了。我觉得那个生活我已经都 planned，我已经都计划好了哈。我已经开始想，以后我退休了，我要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完了，2020就把这全部给那个啊，二就零二零的时靠边候，站，2020靠边站的这些事儿，想的就是救美国的事儿完了以后，我就那个很多地方邀请我去，就是邀请我去讲话，而且在这个像那个 YouTube 什么的，很多人就留言嘛，我都好好看了的。很多人就问我你有书吗？你写书吗？你为什么不写书？这个问题就越啊。来越多，越来越，因为这你想。我在这讲话40分钟，interview 1个钟头，你能讲清楚吗？这么多事情，所以呢，有一天那个，就是Newt Gingrich，我不知道怎么中文怎么牛翻，金贵，这个Newt，张巡给他翻译成牛金贵。我在他的这个采访里面，他就说你呀。一定要写本书，看你写了书以后呢，我就再把你那个要求回来，我们再谈。哎，我当时觉得，我说我写书啊，我说我这人从来没有想，他你应该写本书。对，那好像就是一个转折点。我说行啊，我说我写书，我老天哪，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儿。但这个不是我呀，这不是说我来了以后我想写书，no，这是一个我必须写书，I must，I have to。所以就从去年3月份，我就把工作辞掉了。一天，我就说，我老公就说，你这这是nine to nine，就是每天用，真的九写，点因为到这个九不光是点。写，这个不光是写，这个，我觉得很多中国人都有这个，都是这种情况，应该说是很普遍的。就是你经历了文革，像我的话，我是经历的，这是完完整整的。我从1年级一直到1年级就是66年，我1年级啊，一直到这个10年吧，10年毕业以后下乡3年，我把这个文革呀，这个我虽然没有参加红卫兵，我幸好没参加红卫兵，我说不定就给就那个撞死了。因为我这个人也是火爆的，肯定就参加以后去武斗，成都武斗是非常厉害的但是我作为一个红小兵或者太，我看见。我全部目睹了整个过程，但是呢，你说我知道为什么吗？我根本也搞不清楚。很多事情就是看了以后不知道怎么来解释这种现象。来了这儿以后，我就想把这些全忘了，这些不愉快的事情，我想全忘了。这些我对什么党史啊、文革啊这些一点不感兴趣。完了以后，我现在。来补课，来读了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是为什么？这个就是很多中国人也没有好好想，不是说不想知道，是就没有好好去想。那么我就在这个写书的过程中呢，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又重新从理论上提高了一层来认识。哦，所以你去就是为了写这本书，你又把你以前的那种就是经历文革的记忆又全部挖出来，而且呢，你又再重新的去反思，把它背后的原因给它梳理出来，这些都是你以前没有去思考过的，是吗？没有这，而且我这个书不是说来讲文革，因为这种书多的是。
我的这个书呢，因为你那个就是你刚说了是，毛的美国，那个下面的那一句是A survivor's warning，那么就是一个幸存者的警告，那就是说我的警告就是我的这本书的整个的这个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相同之处给观众给这个读者立出来。完全是一对一的，就是文革发生的这个，现在美国发生的也是这个，文革发生的那个，美国现在发生的也是那个，就这个，就完全就是让他们知道这是文革重演。哇，这个真的是太有价值了。但是，对你个人来说，你做出这种回忆，然后呢，一个是你曾经经历的，一个是你现在又在经历的，这个两个你都没，两个都被你碰上了。就是啊，我在书里说了呀，我说这个是maybe fortunate, maybe unfortunate，就是有幸或者是无幸。就我在我短暂的人生里面，既然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文化大革命，一个是老毛的文化大革命，一个是美国的文化大革命。你说这个，就我们这一代人，我觉得真是难得的难得，那么你可以作为选择，装着不知道，明哲保身。那么我的选择就是我站出来，站出来发声，站出来给美国人敲警钟。是的，就是说，那在你个人，你把这个年轻时代的文革跟现在的文革做一个对比，对你个人来说，它会不会是一种很痛苦的经历？你会不会使你的这种情绪啊什么就陷入一种自怜的情况，还是让你其实斗志不是的，更其实加不强？是，因为我没有我们家，不是我们家的这个经历啊，应该说是算是万幸了。家里没有，因为我父母都不是当官的，当大官的，没有受到直接的迫害。虽然大家都受了迫害，但没有家破人亡，是不是？我的这个过程，而且我们家也算是条件比较好的，是干部，也没有，我就说我从来没有就是有饥饿，我就是吃的都还是有，但是你说能吃多少？我在那个书里面就描写，哎呀，你一天到晚就想吃油啊，想吃甜的东西啊，这没有嘛哈，但是我没有饿肚子呀，就说我应该说是在文革里面，我们家算是幸万不幸中的万幸了，我不是来写我的这个遭遇啦，我的什么，我是写这个我主要想的就是把我看见的，我知道的，还有就是我这个不光是我自己的经历，我经历还是有限，还有我这个通过这个历史的这个 research 找到的东西来给他们阐明，当时这样发生。是为什么这样发生？完了，现在是这个，而且我在这个写书的过程中，我还要知道，就是美国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是怎么形成的，怎么传播开来，怎么现在已经把美国给征服了。这个也是一个很以前没有，我看了这么多书哈，这么 founding fathers biography，就是那些建国先辈们他们的一些这传个记，传记还有很多历史书啊，但我就没有看到这个马克思，美国马克思主义的这些书补课，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把这些全部要搞清楚。你只有把这个搞清楚了，你才能够做对比。你不了解美国，你也做不好这个对比。而且美国的东西还真是非常复杂的，不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这个过程，我觉得是对我来说就是，真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让我呢找了很多小点儿，这个点儿那个点儿，对，最后能够把这个点呢全部一点一点连起来，完了看到一个大的一个图画。我真是觉得这，我就说这上帝安排的，从来没想到会做这种事情，就是，真是我觉得。这不是你一个很主观经历，
在那里哇忆苦思甜啊，或者是诉苦啊这样的一本书，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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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而是一本很客观的，你做了很多的资料收集，就是关于中国的文革和美国文革的对比，它不是一个根据你个人单纯个人经历的一个对比，或者是一个你个人的感受，而是你真的是有很多客观的资料，详细的资料来分析。Yeah.来呈现给大家的是，我当然我有非常多的那个具体的这个经历了，但是那个经历就是我都是我很多都是我看见，因为我没有去做红卫兵这些打砸抢，因为太小了嘛哈，但是我看见了这个，我觉得因为现在是很多书你可以见多的不得了的是 biography 就是 memoir, 这些传记，就是传记、回忆录，传记呢。是很好的，我也给经常给我的那个推特上的这些给他们推荐，但传记有局限性，确实有局限性啊、我的这个就不是传记啊、有我的故事在里面，有我的认识过程啊、有我听说的、看见的和在书在这个历史资料里面找到的，就是目的不是说我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是我把它说的非常清楚，这。不是关于我的故事，而是作为这个主要的目的是让美国人看见他们的现在所经历的，就是文革的翻版，就是要把这两个文革的这个相似之处让他们展现出来，让他们看到这个历史，他们用他们一点不知道，为什么不知道？这都是有计划的，是这都是有意图的，就不想让他们知道。那希姐啊，就是你把美国现在比成文革，其实南阳姐也是这样比，我和张巡我们也都是这样比较的。不过其实哈、在我们看来明显不过的事情，原来不是每个人都是这么想的，甚至有很多从中国来的经历过文革或者也很了解文革的人，其实他们现在都不认同的，都没有这种想法的。有些嘛，觉得美国它是一个钟摆效应，它有时候偏左，有时候偏右，所以现在左够了，它以后会偏回到右边去的。那么或者有些呢，就会觉得美国有一个纠错能力，回到一个比较保守啊、比较正确的轨道上去。美国人自己呢，有很多也是因为他们强大了很多年，所以呢。听他们的一些说法就是哦，我们的 military 还是很强的哦，我们的经济还是很强的，所以他们根本就不认为说美国会走上中国的那个道路，怎么可能。所以不管是美国人里面还是中国人里面，其实有很多人是不认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状况的。你有遇到过这样子的人吗？我还没有，就是中国人我还没有遇到，因为在这个2021年的时候，我跟很多就是以前的朋友，就是因为这个意见不合，最后大家都分道扬镳了。我现在真是想跟他们聊，但是已经都，我旁边的人都那个，你知道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就像文革的一样，就是那个政见不同的，现在大家都不说话了，但是我知道从其他的那些渠道，我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这是一个误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对美国不了解。那么我现在就说一下我自己的，对，就是在这个写书的过程中，对这个的很多对的历史事件的一些知识哈，非常重要啊。我来说一下，就说这个现在你说的这个是 old wisdom 啊，过去的智慧。已经完全不合时宜了是吗？对对对，完全过时了。为什么呢？我们这个性质已经变了。大家要知道，很多人说，哎，问我说，哎，这个共产主义的思潮是不是中共引进来的？我说maybe 也有可能哈。你说有没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哈，因为那个他在那个对这个美国的这个侵蚀，对那个政客的这种收买，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但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是自生自长的，在这儿，在美国的土壤里面。中国共产党是1921年成立的。你知道美国共产党是什么成立的吗？1919年。
就是苏联那个俄国这个共产主义胜利是苏联一九当时还不是苏联嘛，就是俄国嘛，1917年，他那个十月革命是1917年，美国的这个共产党成立是1919年，比中共还早两年，但是呢，他们就确实没有市场，在这个美国里面确实没有市场。他们很多那个做的工作什么就是工会呀、啊、去让那个什么就是去罢工啊什么的哈，但是他在政治领域里面还是没有多大的市场，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他有这个权利存在啊，所以他一直就在那。真正发生的事情是在30年代，大家要知道我们非常清楚马克思说了的嘛，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嘛，什么阶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革命。这革命呢，发生在应该是发生在工业发达的国家，像德国了、英国和法国，当时美国还不发达嘛。完了就推翻，暴力推翻这些统治完的建设社会主义，最后实现共产主义，这都是我们小时候都教的。但这没有实现，马克思误判了，完了这个第一个革命成功的是在俄罗斯，虽然有一些工业，但是整个来说是非常落后的一个农业国。完了在中国就完全是农业国啊、就是那个成功了，对不对？但是资本主义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资本主义带来了这个财富，创造的财富创造了一个很庞大的中产阶级。那么那个像 working class 就是工人阶级也在中间受益，在美国后来美国的美国梦，什么叫美国梦？就谁都可以实现这个梦，你可以来一前身无半文的，你在美国可以成功。这资本主义简直是不但没有成功，而且是什么呢？不但成功了，而且是 huge huge victory。那么他们大大大的成功。大大的成功，对的，他们就是怎么来推翻这个资本主义呢？他们还没有放弃要推翻资本主义，所以在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意大利的一个共产党员叫做 Antonio Gramsci， 我不知道怎么翻这个中文哈 ，Antonio Gramsci， 他呢就说马克思弄错了，他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这个预言弄错了。我们要推翻这个资本主义啊，我们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做，叫文化马克思主义。我们再不能去搞什么革命啊，搞什么武装夺取政权的这些 will never happen。那么我们就可以从文化上面来把这个资本主义给它摧毁。怎么摧毁吧？就是从这个从宗教，从这个 institution， 就是各个这个。institution 就是各种机构，不同的机构，对，从里面侵蚀，侵蚀以后呢，再用这种把这个阶级斗争把它换了，换成种族斗争，换成这个性别斗争，换成这个性斗争，完把它完了以后，这样进去以后呢，就把它给从内部把它给瓦解了，这样来推翻它。这个人被那个墨索里尼抓了以后呢，在监狱里死去，他的书呢，也就是说他和马克思都一样，都是理论家，因为他们都没有都没有看到他们的理论被实现。你知道谁把这本书叫Prison Notebook， Prison Notebook 就是监狱里面的一些记录笔记啊什么的哈。你猜谁把他这个书翻译完了介绍到美国？他的名字叫 Joseph Buttigieg， Buttigieg， 他的儿子现在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交通部长。部长 yes. 哦，是吗 ？Pete Buttigieg。Yes， 你现在可以到那个Amazon 去找 Amazon， 你就 search Prison Notebook， 完了以后呢，他就是 Joseph。Buttigieg 是一个 committed 共产主义者，他的儿子跟他一模一样，
现在他们这共那个民主党的人都是这些人，原来都是红色后代，那都是红色基因的。完了，这个呢，就是现在的我们所经历的，就是马克思文化马克思主义。那么为什么毛这么重要呢？因为毛做了两件事，一个是武装夺取政权，另一个是文革夺取政权。他做的就是这两个人，马克思和这个Antonio Gramsci， 理论上说的他都做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些他们得到的这些具体经验都是从老毛那得到的。所以我们现在哈所经历的呢，应该说是毛主义，有美国特色的毛主义，这才是真正的美国现在所发生的事。这个他们的那个老师是老毛啊。那么我又往下说哈，那么这三十年代非常重要的一个年代，三十年代纳粹那个希特勒夺取了政权，完了以后就开始迫害犹太人。那里面呢就有一帮犹太人，他们就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的那个他们的学派叫做 Frankfurt School， 法兰克福学派。但必须要你要把这个搞清楚，你不把这个搞清楚，你懂，你根本就不懂现在发生了什么事儿。他们就为了逃脱这个希特勒的迫害，就来到了美国。来到了美国，在哪儿扎了根？在哥伦比亚大学扎了根。从那儿开始，他们就开始研究，完了开始收他们的信徒，完了 eventually 他们这个在美国就变成了美国的马克思主义。他们里面的学者就出版了这个叫 Critical Theory， 批判性理论。这个就是做一个铺垫的一个基础。完了最后又是什么呢？ Critical Race Theory， 批判性种族理论。后来又是什么呢？批判性女权理论。现在又有批判性 queer 理论，我不知道怎么翻。酷儿理论。那这还没完，这绝对他认为他就可以老发你文革，因为你太年轻了，你可能不，我们这一代的两个字儿是绝对是天天挂在嘴边的，批评，你自我批评，一天到晚就是批评，一天到晚就是找这个找茬，什么茬？就是什么旧的思想、旧观念、旧什么，把那些东西都拿来批。这个批判主义里面就这个，就是找茬。找这个什么 systemic racism 系统性种族系统性这个是这个到处找茬，完了出来批判，就这个，完了那个他们呢就最后就把真是把这个他们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把就是高等学教育系统全部统治了。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叫做 woke。Revolution， 对不对？woke 怎么翻？觉醒。觉醒，觉醒。其实我们更愿意称为极左。对。对，因为那个是假的觉醒，它只不过是一种洗脑呀，所以我们就称它为一种极左的运动。对。那么这不是第一次，这个大家就是要知道，他们第一次发动了文革。听起来你都觉得要起鸡皮疙瘩，他们发动文革跟老毛是一样的，同个时期，六十年代，当时叫 counterculture， 怎么翻？就是六十年代的这什么嬉皮士运动的时候，是不是反文化？这个就是他们的第一次文革，完了以后就是做的事情跟现在一模一样。但是呢，他当时主要是跟着这个反越战这个事情一块做的。完了以后，跟现在你去看一看那个时候的那个一些历史资料，跟现在是一模一样。
打砸抢烧，完了什么什么种族啊，什么什么，这批判其实已经那个时候已经都开始了，但是他没有完成，为什么呢？越战完了，越战完了以后，他们也就，他因为他是架的越战这个就是这个运动里面，他在那儿推动他的这个，完了这个完了以后，他们也就好像就消失了，就找不到一个立足点了，是吗？所以他们就玩不下去了。对他们，但是这些人没有 give up， 没有放弃，他们这些人最后都到了高等学教育里面，到大学里面都成了tenured professors， 啊，终身教职的教授们。对，从那儿开始，从60年代开始，他们在默默的培养一批又一批的马克思主义者。那现在这些马克思主义在哪儿呢？这些马克思主义者跑哪儿去了呢？ They are in all our institutions， 从学校全部都在各个机构里面，学校、政府部门啊、church， 在那个在教会里面也有，教会里面在这个media 媒体里面，在 entertainment， 在这个娱乐、在体育的这些 organize， 在 every institutions， 每一个他们都占据了。对啊，而且在现在是已经把美国的美国的military 军队，你想。这就是他们这个叫有一个话，其实这个话是一个德国60年代一个德国共产主义所说的。他说他们整个的这个做法叫做 long march through institutions， 就是长征，通过这个机构，这个长征就不是一天嘛两天的事儿，是吧？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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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从60年代到现在半个世纪。他们一点一点的征服了所有的机构。现在我们现在等这个保守派反省过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已经，我现在我的感觉是已经那个已经你已经失去了半壁江山都不止了，就是失去了几乎全部的江山。而且吧，这个过程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思，大家一定要去好好想一想，不能就那过日子了，就是哎呀，我不关心政治，你不关心政治，哪一天想你关心的时候 ，that's too late， 太晚了。对，真是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能不能在这，我已经60多岁了，对不对？你就不想你自己的话，你想一想你的那个你的儿女，你的孙女。你的孙子就是你的后代啊，你想一想，这个就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等到这个他们这是一点一点的，这个就不是说一个大场大革命，那个2020年市场大革命，那个呢大家能看得见，在那个之前它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的。我就觉得呀，有两件事情。是这个是我们大家像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够真个能够醒悟过来。第一就是川普没有参加2016年的这个选举，他没有选成就是作为我们的总统的话，他们还在那悄悄的那个 long march through institution。等我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 too late， 因为川普把他们的计划给打破了，打破了他们就变本加厉，他们把那个煮青蛙的那个水那个火呀调得太高太快，那青蛙现在都反应过来都蹦出来了，要么对对，就是说要么就煮死了要么就蹦出来了，所以你就是那只蹦出来的青蛙啊，那些还在里面还在那这说这么烫，这些等着煮死了。还有一件事儿，还有一件事儿，那就是这个中共病毒啊，没有中共病毒，这些家长就根本就不知道。像我们这些都是你在美国，你把你儿女送到最好的学校，你就是工作做好，哎，拿着什么什么 A 什么什么什么呢？我们根本不知道教的些什么东西，
那个中共病毒给了我们这个机会，是的。这就是在 Loudoun County 开始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这个，这是个黑人男孩，他在这个 Zoom 上面上课，他们家长看见了，他自己也觉得你可把他录下来。那么就是一个历史老师，是个白人，完了让他就说你看见了什么？给了他一张照片，一张一个白人女孩和一个这个黑人女孩。他说：“我看见两个女孩，但你再看，我看见就是一个女孩嘛，两个女孩，她们在一起。”他说：“你别装蒜了，看了什么？”他说：“我不知道你要我看什么。”他说：“一个是黑人，一个是白人。”他就是就完了以后，这个男孩非常聪明，完了就把他给录下来。录下来以后，完了这个我们的这个Loudoun County 的这个Conservative 就把它给传出去了。我第一次听到是在 Charlie Kirk 上听到的。完了以后，哦，家长都开始注意了。我那大家都在家里蹲着的，是不是？完了就通过 Zoom，大家在第一次震惊的知道学校在教些什么呀？教的全是马列主义的这些思想。所以我就说哦。两件事情，把这个青蛙和这个熟睡的这个狮子给唤醒了，一个 Trump，一个是 COVID，中国病毒。是，对对对，那个中国病毒啊，或者是新冠病毒，哎，你真的说的太对，而且呢，对我来说啊，Trump 也是把我唤醒。Trump 把我唤醒呢，就是说要关心政治，也要关心美国的政治。而中国病毒也把我唤醒，唤醒是什么？在中国病毒之前，我认为中国是最邪恶的。然后中国病毒开始传到美国，我那个时候还老神在在的想，看看我们新加坡怎么处理，看看人家美国怎么处理，那肯定就是不一样的，一定我是也以是这人么的想，生命为最宝贵的，而且一定是很科学、很透明啊，然后就是很有效，然后慢慢慢慢就看到 CDC 的这种神操作，哦，还有就是 WHO，所有中国的谎言，WHO 都在背后支持。根本就是一起撒谎，所以我就看清楚了这种国际组织，然后再看看美国的 CDC 的这些神操作啊什么的，哎，所以对我来对，说你就说是这个梦醒时分。非常重要，就这两件事情呢，让我们看到了以前我们听说过什么 deep state 是吧？对对对。那是什么阴谋论？通过这两个，川普和这个中共新冠，病毒，中共病毒，中共病毒，好的，我们就看见了，现在看得清清楚楚，什么叫 deep state？这个 就是。深层政府，对。对，深层政府，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虽然确实是他们已经大半江山被他们占领了，但是我们终于醒来了，我们终于醒来了。所以我经常跟那些我在讲话那些说，还有希望吗？我说我在这讲话，我作为一个华裔，从来就是躲的，这是政治上不关心不说了，从来就是不敢发言的人，我现在在这发言。那说明什么呢？很多人都觉醒了，绝对有希望，必须有希望。对对对，那我就在想，你看，我们真的是很后知后觉，这个我们也得承认，保守派本身都是后知后觉，因为为什么？因为保守派都是勤劳工作啊，关心家庭，关心儿女，也比较不去关心政治，而且我们都希望就是岁月静好。那只有左派是整天想要造反呐，整天想要带来激烈的改变的，所以保守派的本质它就是后知后觉，而且不喜欢斗争的。这那。个我觉得是，这个是非常就是重要，就是大家知道为什么哈？因为保守派他是保什么保？我不喜欢这个翻译，保守派听起来好像挺负面的哈。保守派他保的是什么呢？他保守的是这个 foundation，保守的是 foundation of this country，就我们这个建国的这些原基则本的理和。念，理念和这个我们的这个宪法保的就这个，
不是搞什么什么，对，他们现在就把这个词儿用的就是中文翻过来特别不好听，我觉得。啊，那么就是，而且保守派信任什么，但他相信什么呢？我们都是 individual， 我们都是个人，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个人有个人的自由，我们不需要怎么组织起来搞什么活动啊，搞什么什么什么的。就是因为这个，他所以说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叫一天到晚要想方设法要干什么，就是这些革命者，这些激进派，他们脑袋里一天想的是怎么把这个堡垒给攻下来，对，在那去挖一个洞，在那儿去给你搞个地道，对，所以他两个的这个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说呢，对，我们现在我就经常跟美国人说，你要认清我们的敌人。对，就是你，他们已经不是以前的这种左一左推一推右，右推推左啊，完了就找这个平衡呢。他们现在是要把这个国家给毁掉，他们的那个目的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们就是要 destroy America， 完了重新建一个那个乌托邦。对，但是我是想要说，就是我们保守派虽然后知后觉，而且不像他们这么充满了斗争精神，但是一旦保守派真的觉醒过来，不是 woke， 而是真正的醒悟过来，其实力量还是很大的，不会太迟的。所以我是希望大家不要听了以后就觉得哇，那没救了啊！下面我们有些观众留言说那完蛋了，不会完蛋的。如果你们还在沉睡不肯起来，征战，那就真的是完蛋。但是如果肯起来征战的话，其实保守派因为。本来这些东西都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只不过是把理所当然的尝试把它 restore， 把它重新放回在应有的位置，所以其实保守派的力量是很大的啊，大家不要听了就害怕啊。那这样现在很多保守派知道，就是我这个还不光是什么救美国，我救我的孩子。对。这个你想一个父母。他如果觉得他的孩子受到了威胁，那个力量是谁都挡不住。对，所以说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就是我就这样说，这个是那个 Charlie Kirk 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在理。他说我们参加这个战斗啊，不是因为我们算计了一下，我们有赢的可能性有多大，50%参加，40%算了吧，20%算。No， 你参加这个。战斗是你信不信，你信不信你做的事情是为是正确的，是正确的。如果是正确，就是你一个人你都要做。对，不是说哎呀，我看现在没戏了，算了吧。我看见有一次，我看谁发的推是个中国的，说没戏了，绝对没戏了。已经他说我给我小孩讲了，算了，你就跟着左派走吧，因为现在已经没戏了。你以为你跟着，问题是你以为你跟着左派走你就有戏了啊？你这经过文革的人知道，没有一个有好下场。你那个刘少奇，那刘少奇是响当当的共产主义追随者，对吧？写的是共产主义的修养，也没跑脱。那文化那个文革的时候，那红卫兵有好结果吗？没有一个有好结果，全部都下放。有些在农村待了十几年，完了。Never had a chance to rebuild the life. 对，再也没有机会了。这个人说的话，我听是说啊，没戏唱的，跟着左派走吧。这个太糟了，这样的思想真的是太糟糕，太妥协。你向左派、向敌人妥协，这个绝对是没有出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基督徒，我们就相信左派背后是魔鬼，而魔鬼他唯一的目标是毁灭。他不会说你跟着我，我给你另外一条生路。就是那不是一条生路，那是一条死路。他是要把你带到死路上面去。我们都看见的，我们都经过看见的。你说那些造反派最后下监狱，对吧？那些什么共产党最后是那个当时去搞土改的时候，去把那些人斗啊，斗那些地主，斗的来这儿的，最后自己被斗。共产主义就是个绞肉机，没有一个人。有好下场，那个老毛有什么下场？他老婆马上就被抓了，现在就送进监狱里面。他还算是幸运，他起码就是说还那个齐奥塞斯库，
那更好，那个下场就更好。是的，是的，所以我们看现在左派他们哇，好像很嚣张，其实他们里面很多将来也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啊，所以我们保守派真的是不要胆怯。哎，那希姐，我刚才听你说这个关于美国共产党的发展呢、啊，我就有一个很强的一个感受，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很多人都在比如说民运的人。法轮功的人，他们都有一个很强的说法，就是美国现在呢都是中共所搞的，美国所有现在的乱象，那都是因为中共的渗透。只要把共产党灭了，中共灭了，美国就好了。那可是我听你刚才所说，美国共产党在美国的一路以来的发展，其实不是说中共没有搞渗透，中共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背后做了很多很多的恶事，但是好像最大的问题还是出现在美国自身，而不完全是要责怪中共，是吧？非常重要的，也不是责怪，不是责怪，要把这个要把这个看清楚了。中共 had a role to play。但是他有责任，这个是美国的这个共产主义这个思潮是土生土长，都是从外来，都是从德国的起源，要说起源都是从德国，对不对？对，马克思完了以后，这个Frankfurt School 都，但是这个已经是记住，已经是有美国特色的毛主义。是有美国特色的，他要进化，他这个马克思主义到了苏联传到中国以后又改变了，对不对？他要根据当地的这个文化和历史条件重新要变，要去配合当地的文化和当地的民情。你说这个阶级斗争到了美国就不管用了，那么他又把他就把他给那个用其他的来代替。你说这个无产阶级应该是工人，应该是工厂做工的工人，老毛就把他农民把他代替了，他都是这种adapt， 就是就是适应当地的文化。对，所以要看本质，不能看现象，要看本质。对，所以其实呢，像那个 Jordan Peterson， 他是说他个人也好，国家也好，其实你不要整天有一个受害者心态，就是说都是外界的错，都是别人害我们的。我美国现在搞成这样，那都是中共的错啊！那只要把中共灭了，美国就没事了，这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这个 victim knowledge 就是这个受害者心态，心态是什么嘛？你仔细一看，他这个就是一种分裂的一种手法。他就让给你创造各种各样的这个 victim， 这个受害者的这个 identity， 对不对？那个简直是就五花八门了哈。那么，作为我来说的话，那我就可以说我是华人，那么我得一分，我是这个受害者嘛，那么少数民族嘛，那么我又减了半分，因为什么呢？现在这个华人成了这个半个白人。啊，我是女的，我加一分，对不对？男的，我是移民啊，又加一分。他就是把这些给你各种各样的 identity， 完了这些 identity， 只要你有一个 identity， 身份就是一个受害者。那么你的受害者还可以加分，你因为每一个人不是一种受害者，你还有其他的那个，因为一个人你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不同的这个identity， 对不对？女的呀，男的呀，我是同性恋啦，我是什么什么，这个 victim knowledge 就是一种方式让人分那个分裂，心里面有仇恨，对他让你去恨这个恨那个，怪这个怪那个，然后就不反省自己。他反省什么自己啊？这现在是In search, young people are in search of identity， 是寻找 identity。那么很多就是这种白人没有 identity 怎么办？嗨，现在有个办法了，你当 trans， 你就有个。对，我是变性人啊，我是酷儿。你变性人还不行，用什么呢？你变性，你是从女的变男的，男的变女的，你还是这个老观念，你还是男女。现在不要了，男女都不要了，我就是 non-binary。对，无性别人是，我今天是这个，我是 fluid，
对对，我这个是性别流动，我今天是这个，明天是那个，那你看，那你这个简直是这个是就是identity 的金库了，你永远在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绝，你就是再往后，你再这你这还不行，你还在那 by non non-binary， 你还跟这个性别连上去，我性别都不要了，我以后再发展的话，那我就是 I'm not human。那 whatever， 对对，就是他这种就是连人都不是了，人都不是了，而且他如果把这个 trans 用到了一定的程度，他新的又出来。你看，就在过去的几年，你看那个发展，现在对，所以我看到就是那些华人呐、啊，在美国的华人。整天就想着要灭共、反共、反中共，take down the CCP， 还有呢，就是反俄罗斯，把普京也给灭了。哎，他们真的就是这么说的，把习近平给灭了，把普京也灭了，然后美国和全世界就会进入民主自由，从此就是大同世界，又是建立另外一种、另外一个英特奈神奈尔，就是换了一个民主自由的招牌。其实。依然是那个共产主义的思维，就是全球化的一个思维，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多华人在这里灭共灭共灭到后来，后花园前花园全部已经着火了，已经被美共给完全占据了，但是他们还是看不到，对，就是美国被美共占据，但是还头号敌人是美共。对，起码美国的头号敌人是美共，那可能你在中国那压迫中国人民的那个是中共，那起码但是现在活如果是生活在美国，甚至像我这样子是在一个自由世界，在一个文明世界，是要就是受美国影响很大的，那最大的头号敌人肯定就是美共。还有呢西姐啊，另外我还想要澄清，就是请你是否澄清一下你刚才说的那个3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其实它也是一波的文革，然后跟现在的文革其实是60年代，那跟现在的文革其实是一脉相承。所以如果人们看美国的钟摆效应，其实它是一个假象，它不是钟摆效应，而是说共产主义呢，它当它在长征的时候，它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叫做韬光养晦。这不是中国百道明在说的吗？如果我现在没有了实力，那我就韬光养晦。所以如果你这么看，如果说它是钟摆效应，那中国也是钟摆效应了，那明显不是嘛。所以我们看美国的这个钟摆效应，其实它是一个假象，是吗？对，我觉得是这样。以前有啊、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60年代是一个 turning， 30年代可以这样子吗？30年代。美国马克思，美国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那共产党啊，那个就是1919年那个很多还是在什么在工会啊，在这些方面比较活跃。真正的文化马克思主义是从30年代开始，他们的第一个那个文革运动是60年代，我们说了吗？嗯嗯嗯。反正这个过程就很漫长，一直到了转折点可以说2021年吧，哎，2020年吧。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这个里面哈，是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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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都说这个左派，你现在把肯尼迪放在来，肯尼迪是个大右派，就是他们就这种不断的推推推推，现在这个左派和右派，左派已经左到了极致，右派也跟着过去，跟着过去。现在的右派就相当于过去的左派了，这整个这个概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是的，是的。所以呢，我是说，我们如果看事情只看表象，我们看历史、看文化，如果只看表象，我们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啊，就说美国是钟摆效应啊，美国会自然好起来的，美国有纠错的机制。这个就是看一种表象的话，你就会得出了一个不同的结论。当你得出不同的结论的话，你的 solution， 你的解决方案也就自然不同了。你的行动也就不会也对。对，你的行动就不一样。所以有些青蛙就还继续留在这滩水里面。现在虽然很热，它会慢慢 cool down 的。但是有些青蛙像你这样就跳出来，甚至还写书。所以我相信你的书的内容呢，肯定是非常的理智的。因为我听你这么说，就是你看东西就不是只看表象。你就真的是看到它的深入，而且呢，你是把它的脉络、它的发展，真的是深入的，就记录下来。所以我相信这样子的内容，你的书里面还有很多的，是吗？
对，我希望大家帮着这个推这本书，就是特别是父母家长的孩子的，因为我在里面讲了非常多的就是教育怎么他们怎么 weaponize 这个儿童现在是已经是儿童，中共就这样干的吧？中共干的就是从幼儿园从娃娃抓起。这不是说习近平今天说的，老毛一贯都是干从娃娃抓起，所以特别是你如果有美国朋友，因为中国不管怎么说，对文革还是有那么一点了解，帮着跟那个美国那些家长，给他们介绍，这个书已经可以 pre-order 了，就可以预先定了是吧？pre-order，你这本书是以英文写的是吗？暂时对，还没有中文的译本。没有，我希望，因为我觉得这个就是要翻译的可能性非常大。我前不久有一个日本的一个最大的一个保守派的媒体给我采访，也是日本人也是想知道，就是这个，因为这美国发生的事情跟他们直接有影响。完了是，有一个巴西的一个相当于美国的。Daily Wire 也是个保守派的来采访了我，也是他说这个也是这个 woke 已经进入了这个巴西，现在是这个是个世界性的问题，就是世界上的西方国家和民主国家都面临着这个问题，所以我希望我觉得会的，就是我这本书会翻成不同的那个语言，像中文。像台湾的人，很多人还在那在那亲共，那不知道以后，也是不知道啊。这个中共的这个威胁，共产主义的威胁，还不说中共，对，共产主义的威胁，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一个就是就热的话是题，我希望。台湾的问题，就是我跟很多其他的人，新加坡也有这样的问题，就是他们要么是亲中共，不亲中共，看清楚中共的面目呢，就亲美共。他们认为现在的美国还是民主自由的，就看不到其实美国已经被美共所渗透了。所以你这本书其实是太重要了，就是对于亲中共的人来说，或者对于亲美共还在幻想着民主自由的这种人来说，你这本书都是很重要很重要。所以我是希望有中文的版本。不过呢，我是提醒这些说华语的朋友们，如果你们英语不好，就觉得看起来很吃力，我还是鼓励大家就是订购这本书。第一，我们给希姐一个鼓励啊，希姐辞掉工作，在家里做。其实我们也很想要可以多做一点，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源去写书。所以现在有希姐这样的人把书写出来呢，我们尽可能的去支持她啊。所以我们在节目里也帮她推广，我个人也肯定要买。那么，我们英文好不好都买。还有就是，我们可以送给别人，就是我对，们我给就我们希望儿女。推给对，我们的对，儿女们，通常第二代英文都比我们好很多，甚至中文都已经不会了，所以他们可以看。还有呢，就是送给你们所认识的美国朋友们，或者一些英文很好的华裔的朋友们，都可以送。所以我真的是鼓励大家要买这本书，非常有价值，是吗？希姐，你还有什么要提醒大家要跟大家说的吗？关于你的这本书。没有了，我就希望大家能够读一下这个书，我真是花了一年，天天从早到晚的这个就是真是非常辛苦的，就是因为我这本书实在是太重要了。是的，是的，真的，真的是太重要，太有价值了。好，那我们呢就把你的这个书有一个订购的链接是吗？我看到你在推特上面，我可以把那个链接发在我们的节目下面，还有大家也可以帮忙去推广这一个链接。但是我觉得更好的就是大家直接的订购这本书，然后去送给其他人。好，那希姐非常感谢你，而且呢，我也觉得我很不喜欢说什么华人之光这种东西，我就觉得大家各自都尽自己的能力，所以我就不要称你为华人之光，但不是要呢，不要，都但是。是我要称你为华人的一个榜样，就是说我们真的是要以你为榜样，
我们即使不能够写书，我们有怎么样的能力就做怎么样的事情。大家不要沉默，不要麻木，也不要再活在这个幻想里面了。不要以为来到了西方，哇，就可以高枕无忧。这个世界不存在高枕无忧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要透过我们的努力来达到和透过我们的努力来维系的。所以，希姐，你做的事情真的是非常的有意义啊。希望我们以后还继续请你上来我们的节目好吗？我们关于美国啊，关于这个世界其他的话题，我相信你都会有很透彻的看见，甚至我们也可以把、我们可以把南阳姐你的好朋友也一起叫上来、我们就一起聊天，我相信观众们 也一定会很享受的。好，那谢谢你希姐，谢谢你今天上来我们的节目啊，谢谢大家，记得要去买书。谢谢。好，那这里是寻经问道，我们下次再见，拜拜，再见再见。